常生气，非常不满意啊！我觉得自己画的都比他画的好，请什么一些那种明星，那种高级的一个什么化妆师，御用化妆师，给我做妆容啊，做设计啊。满二十几岁，他现在画这样看下来，我感觉有三十多、四十岁的感觉。他这边的助理老师是在武汉，然后呢那天不能过来，所以说那时候给他请的确实是我们这边普通的化妆老师。他现在是把什么形象设计跟那个妆容的都算在收费里面，电子版合同是没有说情感课啊或形象设计啊具体的一个课程服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收费标准是多少，这些都没有体现出来。面上哪里一对一？那您真的可以了解，我们华老师在北上广深一线，也不是说就在福州来讲，他上一节课2000块钱是很正常的。